哇，我操！喊到大妈了，兄弟们！喊到大妈了，这把现在有大妈，好不好？这把我们 PS 大妈啊，大妈非常的狠，非常的狠。啊，这把我们的 PS 430是伦伦，是大妈啊？问一下，舒服，舒服。现在这个号是准确分数是7100。啊，100，然后天梯的排名是190，因为大妈之前在熊猫直播啊，所以我就对大妈这个人挺有好感的，所以排到就很开心。就好像我排到雕哥、排到龙神一样，也是很开心。排到这个峰哥，对吧？商业区的吗？嗯，可以可以。你愿意卖一下吗？上去放点技能。卖吗？那就卖吧，没人呀。我能蹲。我没大了。没关系，有我，好吧，别怕。沉默开大，沉默开大，开大，大。太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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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点放大可以杀的。没技能，买活过来了，一秒。哦，真的一点伤也没有，是吗？好久没来，是个废物。给你微光了，给你微光了，兄弟。我扶不了，扶不了。他没粉，他没粉。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随便打。可以可以，这边看一下下面，看一下下面。这边一个牛，一个牛。我给你微光了，哎。大妈，你现在不直播了吗？我这边好多你的小迷弟啊，都在问你现在去哪里直播了。没播了。你不播了吗？
你看，大妈大妈说不播了，大妈不直播了，所有们。有原因吗？妈个逼 ！MTB。是我直言好吧？可能是我英文不好，他这个前缀是妈个逼的意思吗？真的是妈个逼吗？啊，对吧？他这个英文缩写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？是我理解有问题吗？真的是妈个逼战队吗？没有没有，主要是我这把想出点击手，后来看了一下大妈那个经济情况，她太肥了，然后我就没有出点击手，直接合了个相位嘛。然后那个风铃之纹，我是又想出点击手，又想出那个绿鞋，后来看了一下大妈，然后一想，靠，这把根本不需要那些乱七八糟装备，直接起个风罩相位平推了，笑死我了。游戏男孩，可是讲道理，这个队名缩写看上去就像挖个逼啊。可能是我们太低俗了，可能是我个人这个人，我这个人可能比较低俗。打到他真的面部扭曲吗？我是面瘫。不应该怂了，怂了。哎，人颠满了，最怕的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一走这个屠夫。杀屠夫，先杀屠夫。我可以来。打赏一下小鱼，打赏一下。我要杀火猫，我要杀火猫，我去找枪了。
人没有来。我把你承担了一下伤害，但是感觉还要死。敲大吗？炮车拉走，炮车拉走，炮车拉走，炮车，你的炮车，这边的炮车。哎，转上，炮车转上，炮车转上。我应该帮他分担一下伤害的，我帮他分担一下伤害，他不会死。在帮他拼摊，黄金刷了。听我弟弟，听我弟弟。是那个熊猫的那个主播吗？是是是，就那个世界第一卡尔王，是厉害。啊、不是世界第一。人马开大，人马开大，人马开大，开大！
起得动来就动呀。过来找点技能把这野清了，我有秘法。我中线在塔架了，你们拖一下，别打，他们就很亏。我没踢，兄弟，你先把那个眼 A 了呀！我先把这眼排了。打盾打盾打盾，蓝猫死打盾。军工不来我。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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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虚空不来吗？虚空虚空，我们少人了。我在打呀，兄弟，我在打。他没来了，他没来了。我没了，冰眼 TP 在后面。冰眼 TP 在后面，别卖我呀！他只能卖你了，只能卖我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！人马留住 TP 了，TP 还要50秒，看着赵大我是有技能的，打下打下，继续打下。换空，别进别进，别吧，你们打得好。刚才那个风浪吹蓝猫跟那个兄弟守护挺快的。